还在录。我刚刚也叫了，刚刚叫。没有，你还在录。那就换了啊。你要现在换吗？要拆壳又要拔线。好，那就刚好趁现在。你这样，你的完全没反应啊。正常吗？你正常，你看我有没有红点？没有，现在没有。完全没有。才是。你现在给我，你不能一转完就跑走。现在就应该有了吧，闪红灯。要闪哈。对时哦。好。现在时间。1408。糟了糟了，先跟他们凑在一起。好。好了。好。这个时间慢慢的回去，我也觉得差不多了，去排两人缆车。走吧，去那里吧，去那里吧，然后再跟他联络。不用了，我觉得留体力滑回家的路。
到四点。要他传位置讯息，还是他要怎样？我正想坐啊，你没看我要按呢、欸，按。我站着也会累、欸，站着累的就是我刚讲的后面那一个啊。坐下来Happy。就算他到了，也得走上这一小坡。他应该是从这边下来。好，我看。啊，滚走了。落深了。我现在讯号很差、啊，我当然还在什么志贺高原山之站。你说位置吗？不是，我是说我的手机讯号超级差哦，一走空就掉。看了不是他看，他滑这条线去了，他滑到这里来了，然后滑到这里以后，其实他可以就可以接回来啦。滑到这里，他要再上去，他还要爬坡，这里又没别的缆车。这样怎么滑得过去啊？这里还有别的缆车吗？这个下往上，那这一条路会通去哪？它回得来吗？好，我这边的图无法知道详细资讯。再来是它，那录影先停下来好了。2:29。我的有红点吗？有。那我的呢？时间有在动吗？有。啊、那风景漂亮，来多看一下。好。拍一下。又挡又手指又挡到了。可以，甚至于可以拍广角。我拍广角，我就是拍广角的时候。对，广角才会手指挡到。对啊，我就是拍广角的手指挡到啊。嗯。常常广角下面有个物体，就是我的手指。嗯。还要拍吗？好啊。我觉得我们俩如果这样自拍回来，有可能。你真的要小心你的手套。我有拿好。你说。是因为啊，我自己拍，没办法太那个。好了，算了，是那好了，那会小一点啊，这样报案。好，你要等我一下下，没关系。对，因为我也没有办法记案。三秒的吗？没有色哎、欸。我们都不会用了。那、欸、有个东西要滑下来啊，滑不下来。哎、啊，对。好，没有按到。好，等一下，挤过来一点。好了，你再按。都是那些树，拍啦。
你等一下手稍微举高一点，等一下等一下等这个阵头过，我露出大大的鼻子。好了，啊，你都静音了，也没有啊，哔哔哔哔哔哔哔，他有哔哦，有，哔哔哔哔哔，哦，他是前镜头呢，前镜头那种声音，然后我怎么都没听到，哎呀，好想喷，我说我不要，你小心呐，很想喷，哎呦喂呀，他要脚，算了，一倍就好，一倍又觉得太大了，靠腰。糟糕，他现在是自那个三秒模式翻，来，哎、欸、按不掉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按不掉哎、欸，好烦哦、喔，哦不，好的一点哦，会看到你的鞋板，很漂亮蓝天呢、欸，难得哎、欸。好晕，好好晕，好晕的，好晕的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哦，手冻僵了，手冻僵了。嗯，这里比较有小脚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草多吗？住哪里呀、啊？出来看一下。这岔路在哪？好像还得往上爬，还是怎样？那怎么回去呢？天好漂亮哦！这里也不错哎，漂亮啊！往上爬，啊、真的？哎呀，拖鞋。先冲一下，再往上爬，冲哦！有了啦，好了。上面啊，上面另外一条路啊，你是走这条了、啊？哎、欸，是这条哎、欸。是啊。那就走这条路就好了。我还以为要往上爬嘞，吓死了。要往上。原来他是要回那个，那这样就好了。好漂亮哦！啊？好，那就回家的路了。哦、你跑很远啊、哦！你从哪里走错路啊？那条绿线呢、啊？你是说刚刚有个地方有岔路，让我过？对啊，那条绿线，我说那条不要过去。好。原来在前面，好，加速加速，往一直来，好啦，这里我们就来过啦，这里我们就来过啦，对啊，这里我们就来过啦，啊，来过啊，我们当初从这里去高天原的，
哎、欸，还是从高天岩再去滑那个小森林，再滑回来，这样不用往上爬，要不要？就这条路啊，一路往下滑就好了，要不要？不可以啊。好啊，那就这样。这个老师很……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记得那边那个小森林要走很累。我忘记了。高天岩连接小森林要走很累。啊，那不要，那我宁愿走这一段。来滑一支来。不然这边钻进小森林，再钻出来就好了。我们可以坐小森林的缆车啊。你现在犹豫吗？啊？你现在走右边。从这里也可以接近小森林啊。对啊。我想要在前面拍一张照哎。好啊，去啊去啊，这里亮晶晶。昨天是前面关，前面那条路关了。不过我们是不是没滑过这一条、啊？我们没滑过这一条、欸。有绿的。有联络道，我要滑联络道，我不想滑黑的。你看烧鹅山啊，怎么都没人？在对面哦。啊？对面。对啊，怎么都没人？怎么会这样？什么叫我往右滑还是怎样？联络道，我爱联络道。你要黑的那边。没有，我还要联络道就那边。没有，他斜的，斜的哪边、啊？斜的就这样走啊。好，拍拍拍。这里也漂亮。这里也漂亮。两边都漂亮。算了，我要脱板了。我觉得要来拍环境。哎，转一转。360不能用，就用环境。真的好黑哦！我靠！下一波。来转来，转过来。就我会看不到。你是一个头啊！我就是只要头啊，我前面都背包用不着拍。嗯？很漂亮。哎呀，救着我们要避开啊！没有，有人啊，有人很好啊。我继续，不然你就面对我啊，你面对我、啊。好了，换我。预备 ，Go。我要这样。再来一张。我要换手，来不及换。再来一张。好。手有点冷。
好热哦，很热。因为我走的是树林的，就树林啊，就是林间道，就是扭一直转，就是扭一直转，但是还蛮爽。你可以拍一下你的广角啊。我怎么觉得没有看到什么人在雪道上啊？有一些小点点。对啊。我们滑过的啊，上面有一二三个小屋子嘛，都是缆车站。我们坐的是左边那一个缆车站，右边的话是另外一个广州啦。然后我们从最左边的那个屋子一路。那是我们的吸管吗？你说吸管啊？下面这个？不是，那不是吸管。是哎、欸。是哎、欸，因为你看下面有两个分岔，岔左是吸管，岔右是南管。对啊。我哨子，哨子才是高的，对。什么高的？高的山的。也不。那我也要拍张这边啊，因为昨天都是黑的啊。好啊，好啊。我这白的。对啊，就天是黑的。来来来。就。这样。你要不要也站下来？好的。你要人像还是什么？还是什么都好。哦，这个超棒的。我要拍照。拍照。你板子要不要翻过来啊？倒过来。不会啦，这里不斜，这里不斜。我们有那个自动固定的那个。你说白黑色那样？对啊，那个就是防滑装置。那不要拍到我的那个。那你后退一点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横拍，好了，我一样，我一样，好了，来先合照，再来组照，来，快点，好，等一下哦，我再切广角，我再切普通倍率，你没差，你不要看镜头啊。好啊，我这个我切人像，哦，人像那么大，一倍人像，一倍人像放得下两个人吗？可以啊，好，我现在才听到声音，声音好，帮他拍独照，哦，好啊。我们之后还有一天可能会有天气好。好了好了。干嘛干嘛好了？丑吗？没有啊没有。我看啊。我们两个的影子都在里面。我要吗？你也去啊，好，包包给我，包包给我。我放后面好了。随便你，随便你啊，我放空了。什么人像啊、广角啊什么的，全部都随便搞一搞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先生，你就切广角就好，不用退了。换。好，直的好了，一二三。欢迎各位，我把我拍云海。来啊！不用站太远，我要切广角。你说切广角？我帮他拍好了，现在我帮他拍。那你揪你过来还是揪你过来？故意一个角度拍得很像那个，没关系。大头狗。对。
再等一下下，人会更少。好，我看看。你先看一看我拍的觉得怎样。大头狗。大头狗不错吧？好好，来、欸。我要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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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跳。怎么了？怎样？也没怎样啊。没有，因为人还在。好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好，继续。一点人都没有。大头狗，大头狗要立正。好。你可以上面会反射我。好嘞。那你要还要不要？都可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帮他拍一下云海。云海你没有，快点。包包拿下来，你在干嘛啦？都脚腿下来，包包给我。没关系啊。你这肩膀就提起饼了、啊。我要外边了。好。好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都好了。好啊，就这样啊。好，你走啊，跳一走，跳一走，跳一走。我是妈妈，我安排摸下边吗？耳边，耳边。你可以缝起来吗？好，我跳起来，我很高。好，别喊哦。一二三。好。有吗？有吧，这是脚离地，但是没有关系、啊啊、你要提早按还是怎样？还你开连拍。一二三。怎么都没有？怎么都没有办法是弯起来的时候、啊？因为他没办法那么准，你要提早按。然后你拍慢动，你拍连拍还是什么那个的？你有啦有啦有啦，你按住很久，他可以前后看啊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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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趴着你的前去，啊，再有人就算。哎呀，我又拍死了。晒晒晒晒，暖乎乎。好了，现在两点这样管就好了。好。那我哪在哪里呢？就这个雪场，然后怎么滑都可以。然后我要去滑绿线。我觉得这一条会非常的累，因为它已经很晒太阳。啊，你说它怎样？晒太阳。你也要绿岛？对啊。你去。正前方，因为那里还有个缆车，所以就是走缆车那条路线。右边那个是回四小屋的。那边是写什么？慢慢走吗？
ゆっくり。过得去啦。那就那就滑滑过的、啊、这个这个我还是绿的好，没滑过，但是从头到尾都不要减速。
不会啦，那是因为昨天雪比较大，今天的话还好啦。就是之前雪比较大吧，现在就还好。还是要减速，不然不大行。好了，走了，走吧。要走哪边？我还是走绿的，我没有要回去。这不是绿的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要走下面啊。要不要去烧耳山拍照啊？要不要去烧耳山拍照？那我们就冲过桥对面喽。烧耳山拍照。冲啊冲啊！你记得直冲吧？你还记得直冲的地方吧？记得。对啊。记得啊。那又不记得了。Thank you.
直冲往右边，然后冲到山坡去。下去直冲的路往右边，不要理左边那个缆车。你可以到底再跟我讲吗？反正我唯一冲的机会就是那里。我这里全砖都破了耶，我发现你有没有？你新的哎？你抓地啊你！你上次抓地抓太多了。那这次比较没有那样回旋的吧？没有，这次我们根本没办法冲那么快，又松雪又这样。我们是陷进去，我们不是冲太快。你冲太快塞车才会回旋啊。算。看今天要吃你们楼下的中国料理，还是吃那个拉面都可以。都是一直辣的。对面那间有拉面。好啊，都可以。坐错缆车吗？没有，我在看别人的滑行动作。我在讲真的，树上面都没雪了。融光了。哎、啊，那我们现在去拍，是不是就拍不到什么吗？我担心。那好像没什么好拍的、欸。是啊、哦。不知道。这还是有吧。你的话，你还要。啊？哦，我看到了。你的话，你还要顾你回来的时间。对啊，现在三点嘛。还是你就这里就滑回去，还是怎样？因为回去还有点。早休息啊。看你啊，我们的话，因为都在烧耳山，我们就不怕那个时间了。彩虹绿。你的话回来的缆车就是。右边，你的回来的缆车是这一个缆车，你要坐这一台缆车回来，然后等一下下去这接近到底的那条路啊，左边有一台缆车，就是这一台缆车，你回来的方法就是靠这只缆车，最下面的时候靠左边。今天就变这样了，要拍吗？一片白呢，拍拍照，拍拍风景好了。要拍人吗？不要，我拍个风景吧。我们之前的那个拍白马的山也不是长这样，好像不像这样子，毛毛的感觉。那我就拍拍山就好了。唉。你还看拍到月亮嘞？对呀、啊，我就看到月亮。你开个广角就有了，什么都有。一倍也有月亮，好不好？看你要拍多大一片。不错，今天风景不错。要不要？有人要进去吗？那我来好了。我就不管背包了。走了，他已经穿好鞋了。往哪边走？
走，下半段才要直超，一下下而已，上半段自己滑一滑。继续走啊，不知道后面跟多远。好，继续走。你看到房子了没有？树后面啊。可是这好像也不都不是那个王子啊。王子不在那啊。左边，哎，你看到那一栋？吸管啊。对啊。总之，走吧。哎，又没人。加速就不要停，这里加速就不要停，然后往右上角冲上去。好硬，好硬，这块太硬了。他应该被地上的那个雪的痕迹勾到了吧？他应该是被地上雪的痕迹勾到了。怎样？对呀、啊，要，但是没有一头顶住的话，那没有努力，没有刹车，我那一直很。
地方。有啊，我们到山里看风景过来的。啊？你本来不想要，你不要弄我们本山。我们回家也是去山，也是走坐这里啊。我们没差。狮子关的。狮子有坐晚上，下午休息的。有啦，里面还有人、啊。我们看刚拍就是那一片白白，那烧鹅山就是太阳晒得太强了。真的、哦？你看没白没白白啦。嗯，对啊，没白白。这里是没白白啊。哎、嗯，这里好像还有。就是它互相的阴影就有。就是。画了、哦。就是。哎，这个是吗？这个是吗？这是人类还是？不是人类，因为人类踩的重量太深了，有点大，而且不会这么顺啊，人类是两只脚啊，怎么会是？你要踩在一条线上是不是？对，动物才有办法踩成一条直线，就不知道是谁，应该是猴子吧？猴子脚一点大吧？它脚很大，哎呦，我都看不见，好多好多路吗？等一下，我们搞不好我们真的会看到猴子，现在认真要看。对，因为今天脚印多啊，风雪没了，他们就要出来找食物了吧？哎，你昨天澡堂有没有摆一堆苹果？有，我的澡堂也有，我在想说猴子会不会来把它干走。要认真找。对，就乌龙面，还没吃完呢、欸。猴子，猴子，猴子，你这小猴子住哪里、啊、你刚才说猴，全部的猴子住哪里？对啊，猴子住什么地方？它也没有搭鸟巢那种东西啊。他们应该也要知道有山洞吧？都没有看到过，现在这边的树都没有，现在一下出来就。山上看起来还好，很上面很上面那个。越往上，你这个角度开始才稍微照到阳光啊。照一下好热闹。嗯？戴美华，你要暖暖包吗？对哈、哦，你今天就背着了。戴美华，你要暖暖包吗？啊？你要暖暖包啊？好啊。我等一下给你三个。好啊。你明天再用。你有带啊？有, 啊、有，我忘了，我带在身上。好哦。等一下缆车就给你。他有带，我要跟他说你不赶快给你背三个比较重。我根本没感觉啊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哎、欸，小一，有还有带，还忘记给了。小一。这一个。结束了，还有。这是朝下还是朝上呢？那你直接滑，对啊，滑右边，滑。那我们两个去山顶这样，还是你也要去山顶？好啊，很好 Q 啊，小一，明天应该会更多吧？你觉得是四只脚的吗？看不出来，他们走路都有个规则，他是手掌型的那种吧？进到这树里没了，进到这树里，所以要有树叶的地方才行啊。哦，这里也有一个。Yeah.
反正你就在饭店里等就好啦。我闻到我在叫你就好了。那应该没有声音好到。你在几点到啊？不知道。跟昨天一样的车吗？不，完。再出来一下。不，跟昨天一样的车吗？还不知道啊。六点大车。因为有更早的车啊。你现在有办法收好它吗？拿给你。啊，收着。我说你现在有办法收好它的话，我现在拿给你。暖暖包。好。等我一下，我再抓。有点难抓。有了。正在摸。三包，四包，啊，四包哦，uh-huh. 那太好了，你就尽量用。我等下再让下去吗？有分左右吗？有分左右。那你们要中央缆车走左边。啊？中央缆车走左边。中央缆车是只到山顶。对，山顶。走左边。前面啊，
刚刚听到叮咚，不知道是谁。晒晒，等一下滑沿路，滑沿路晒。我要先看一下暖暖身。你就一直往沿最右边滑，因为你已经回去两次了。就我今天滑这边，哦，反正就沿右边。一直最右边，最右边，最右边切回去。OK。那你就会咚咚跑回去洗澡了。对。不然呢？每天都洗澡啊？对。因为每天都遇到，已经连续两天那个对母女。啊、今天他妈妈跟我打招呼吃早餐的时候，我没有发现，所以他就哦对哦，月子记得人家裸体的样子，北七有这种事，裸妆没有化妆的意思。今天早上有偷拍他们两个，有穿衣服的样子。你说是外国人啊、哦？就日本人啊。啊，妹妹的皮肤好，真的超好的，妹妹皮肤，因为妈妈就是很多斑啊什么的，但是她五官她像她妈，然后就是皮肤什么像她爸，就很白，然后皮肤很好，因为她爸就是白白的。到底这个版子跟第一天的版子哪个比较好？这个可能是长度比较适合一点，真的。好，我又记住了一四七台长，就上次看到一四七台长，差三，我就觉得很神奇，差三，哦，好痛！你怎么了？好痛，打到自己，自己，好痛，打到自己，好痛，哇，好痛！我看到，我就觉得很痛，好痛哦，对啊，好痛，要哭了。所以我等一下不用坐任何缆车，我就直接右先，右先，右先。对对对，太棒了。想出任何缆车了，你就可以休息，你讲休息。对，我就在冲下去，然后就切到那个小的 lift 上去，然后过桥，然后我还是接另外一个缆车，然后滑。好像你我要滑黑线还是滑 family 过去？
好像命令法你还是得做接下来。我不要走黑的，不可以。你现在太累了。我刚刚一直在看那个，就是你们不是在等我吗？你们不是有一段冲下来的时候，过坐那个 lift 上去的时候，不是有一段我比较慢吗？我就在拍那两道，就我昨天卡住那个。哦。因为它就一个黑，两个都黑线，然后那个黑线就 ，Oh my god， 噩梦噩梦。那今天是不是开了？今天是真的。今天它还是有风，但是那个看起来还好，不知道。但那种东西都要进去才知道。可能有太阳，它就比较沉，雪比较沉，然后你上面送的雨也没比较少啊。因为昨天是没有太阳嘛，超 fluffy。你有印象你自己从烧耳山滑回去可以？我们从这里烧耳山滑回去可以不用经过任何缆车吗？我没有印象啊，我上次坐的时候是有缆车的。那你还是得，因为地图上有个地方是看不出来的。摸到，要到了跟我说。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好的是，它都会写说一只赖往哪走。对啊，你如果都是这边的话，我好像第一天。我好像是滑到这边来，然后坐到这个来，然后再坐这个上去，然后再这样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理论上只有这条线可以一直切。对啊，但我怎么回去啊？我忘了。只有这样子一路往右回去啊。对，我们没有滑过在那个最大条那个哈。那个上半部就是黑的啊。我们没有滑过上半部，我们有滑过下面接回去。那这个到底什么线啊？红的。就是最右边的、啊。最右边是什么线？红的。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滑最右边，然后我们在一个岔路，我们就自己往左切。我们自己没滑过这边。白滑哦，我就找白滑。哦，对，白滑。白滑我们没有滑。对啊，我们可以最后一天拿去滑。很好哎、欸，还好有上台拍照。我们那个很难吗？那看起来没有很斜啊。你说小森林哦？不是那个。一直按下半部，我们就滑过了。那个很难，上半部很难哦。就是那边，就是我卡的，你看那个很大的一条下来，最主干线有没有？对，它旁边斜的那一条、啊。就是我们在那边等你嘛。对，你就在那个下来，它弯下来那边等我，然后再下来。对，但是我说主干线的上半段很难吗？它都 mongols 哦，啊，就是有压没压的差别了。它没有压，那就是一颗一颗超大颗，第一天去了就干什么东西超大颗，那个你哪会怕啊？马自贝不整个都是 mongols。就是不好滑、啊，你要花很多力气在搭车，就是你要去 K， 然后就摔了之后，你要再起来再 K， 因为我要切到我的饭店那边去啊，我旅馆那边去，还没有。小森林，小森林就是右边右下半边，你就看到中间一堆小树嘛，嗯，有没有看到那一块正方形里面？所以左边一只在 Family 中间 Town 内之森。右边高天远、嗯。哦，我真的觉得昨天回来花好很多时间呢、欸。昨天雪很大。我觉得是因为雪很大，真的好累哦。昨天回来的路好累，就觉得快要死掉了。然后就昨天这个缆车旁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说要爬坡爬上去我们饭店，其实就在眼前，但是我说不要爬坡，我今天坐缆车，好累，滑下来，我不要爬坡，爬坡太累了。大风雪真恐怖。那你明天到底想什么天气呢？这样子你要说，我觉得现在预报可能有改过吧，明天也有少许太阳露出来，所以明天还是很冷淡。那明天就是露出来少，云比较多。反正我们无论如何就是明天去横手山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到时候是吧？是。所以跟今天早上一样，就是八点。一模一样的行程。对。然后下来就去那边跟熊之汤的人挤。熊之汤的人挤？没有，我是说跟那堆已经在等的人挤在他们后面。可是他都有加班车。对啊，其实都没差。还是我们就故意不上车，就坐第一台。你哪有烦恼啊？还要你挤不上去才会加，对吧？我不知道。哎呀。Christmas tree 又来了，嗯，还没化光，还不错，很棒，又有太
太阳，蓝天。今天的太阳比我们第一天拍的强。对啊，是蓝天啊。很好，都还没化掉，而且现在温度应该是负一，所以不会化吗？然后叫晚上了就不会化了，对吗？对啊，你要零度以上它才要化，那化了之后再温度又负一负二，它才要变冰。那如果没有零度以上就还可以。例如说，你看这些雪，你记不记得白马太阳照着的时候？那个雪会反光，我说有亮晶晶的感觉，那就是水在反光。哦，但现在你没有看到它亮晶晶。这个漂亮漂亮。这而且你滑下来都没有那种唰唰的声音呢、啊，都很舒服啊。要是被刮，先走，一定是我先下。我跟他讲话。他说你下比较快，等一下我在这里。就偷抓帅哥，哦，好天气，好天气，下去那个地方再拍吧。往下滑一点点的那一块大片的地方，这里看不到下面呢。那我先下去啊，我在下去那个地方拍啊，我会停在一个地方拍照。好，你拍，你先拍，我们各自拍不一样的照片，这样。
里漂亮的不拍，在上面拍半天。没有，哦，好好好，那这里的话，全景啊什么的，刚才都没人，我也拍够了。好。你要拍这里吗？好，下车。耶。是吧？我这里。拿你的。留在这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啊，一二三，我人有点小，放大，哦、放大又太那个。耶！没有帮你拍 life 呢。没了，换、啊。好、哦，我、哦，那我要在哪里？随便你站，这四个方，每个方向都可以拍。小心啊！人像好大、啊，预备人像。啊啊！你要脸啊？我也要脸。换方向。再来，再来，停车。365。我拍。没有。好。我脸上有血。怎么会有血？没有啊。不用。这边逆光有太阳。不好拍的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先拍拍看。这个走到这样这个方向。我刚有拍啊。大头的狗好了，我拍一倍的，手好冰哦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你不要给我摸掉。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停！下面还有第二个拍照点。我不用，我不用。等一下还有第二个拍照点，我们去，赶快去那个。我只有我随随便便。就这样这样子的就好了。就这样子就好了。把它挡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横的。好。好，赶快去第二个拍照点。怎么了？你觉得太阳要美还是什么？下面还有一个也不错的啊，能拍就拍啊。现在人那么多，我刚刚是没人的，好不管的啦。我先下去哦。先等我一下。我会停在下一个点，你看到我就可以停了。云海哦。
景的话是以这边为主啦，云海的话也往这边拍就好了。我想要靠这边。好，就这里。要下吗？要下吗？还是随便拍一拍就好了。云海太阳要下来吗？还是拍一拍就好了？哦，好啊。小心啊，小心啊。哎，看我。好，我一样。我要不要下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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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。来。微笑，微笑。哦，大头，没有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停原地就好了。云海哦，下面，要不要我往前一点？不用，完全不用，我要一般。皱眉哦，你的头绿绿的，你的头是绿色的，你绿色外星人啊！快下了，快下了。好好，我又不习，我又习惯性把它按掉了。好了。用看的一大圈，左边有，右边也有啊，一个
圈啊，这是一个圈，日轮好不好？我不知道拍起来拍不起来，我刚有拍。都有啊，就是一圈的没，一整圈啊，它是。好了，走了。我有拍啊，人不用了啦，眼睛看到这个不错了。可以帮我拍一个背景这边吗？哦，你要剪影哦。好，拜拜。一路靠右啊。我拍你背后这样好了，要不要？你等我拿相机啊，我再去动，先拍完回去再改曝光就好了。没办法、欸，等我一下，我再下来一点，因为你刚好在树后面。所以影子跟树的影子是重叠的。我再往下滑一点。都可以啊。好啊。背后，背后。背后好像比较好。欸，他好像拍得很厉害。你要剪影的话，我再调暗就变剪影了。没关系，这样就不错了。我觉得这样好像很猛欸。你要不要？我不用了啦。真的、哦？对啊。真的吗？难得这么漂亮，我帮你拍，用你的。你去我的位置。那我还要往上爬一点。那你要往下滑一点点，因为你往下滑，把我人摆到右边的空位，才会跟树隔开。你没办法后退，对不对？随便啦、啊，应该可以啦。你刚觉得好，你应该就是照着拍的。那我收好了。你还是拍下啦。没关系啦，我们还有很多天呢。哎呦，这好天气就很，我没有搬哦。很好啊，就这样走了。很好。休息了吗？啊，我们就滑回溪馆就收工了。就休息了吗？对啊，我们没有要走别的路线。那你再帮我拍一下，用你的相机。拍这边。那看你的相机会不一样吗？哦，好啊。会吗？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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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
好了，可以了。对啊，我想问是，我会拍了两张就好了。好了。就轻轻松松的滑回去吧，一路上都没有吓人的地方。好啊，你就走吧。不用。走左边啊！啊，你要走我前面吗？不要，好，我走你前面好，那我就会走下去了。我是说你要帮我帮你录。哦，好啊。那我可能跟不到你。啊？我可能跟不到你。你就先站着吧。我要下去了。你。也不用，那也不用，因为我的姿势也不好。就是要看一下我的问题。好啊。
不要啊。一来他就慢慢在那里，然后二来我觉得我也有点累，所以我有滑，但是我累了，我又不想。总之就是这样。那我就想看，你都没有帮我录，我想看我是不是很丑啊？所以你要在这里，然后我在下面录是吗？这里很不陡哎。那就走啦。好啊。收啊啊！收相机啊！很难看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是在录而已，我没有在认真看。你都不帮我看。我累了。还要加速嘞！前面太平了。加速冲到前面啊，回去吧。哎呀，
很累啊，我要休息啊。就是累啊，转弯次数少比较不累。那你都把弯做很小啊。我不是在练习那个东西啊，所以我很累啊。但是这里我不会害怕，我要趁机练一些东西啊。就今天最后一波啦。现在这个还是不要好了吧。因为 我应该会跑掉，就自己练习这样。这里比较不陡，我刚用的是比较 不费力的滑法，现在又变陡一点点。
later to taking a hit.